这是我倒数离开我妈咪的第118天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许了什么愿呢？我有一个生日愿望，但有人说愿望讲出来就不灵了，所以我就不跟你讲了。第一次要离开你那么远，第一次要老实面对想念，才懂不是一切都能排练，在排练此刻还是瞬间。只要你好好的留在我身边，你字要怎么写，从前写的纠结，现在的人生里写一遍，那最后一话像个顿点，仿佛我们说再见，也留下一次再见。一个女人要自己凑大个女，别字要怎么写，那是另一个。不许再坏过了，谁跟我讲？我一定是过的城市，在后知后觉。生活，你现在是想说你在长大了不要妈咪是吗？第一次要离开你那么远，第一次要感悟凡事两面，才懂爱也一样可以掀起水一面，痛彻心扉和绝火。第一次要怎么写，从前写的纠结，现在的人一切像从前，到最后一话留了点点，仿佛每次说再见也留下一次再见。别字要怎么写，那是另一个谁，到另一座美丽的城市，才后知后觉，好，我们到仅有一次再见，真爱的人短听见，美好的事情值得等待。仅有一次再见，真爱的人都听见。里面没有一个人啊，里面还有你，我也有你。